我都要流口水啦。Hello， 今天馋铜锣烧了，那我就点了一个外卖。这家店的铜锣烧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，而且也很火。那我选了两种口味的，一个是豆乳团子味的，还有一个是椰子味的。这个呢是豆乳团子味的，我每次都是第一时间拿到就忍不住先吃起来了。真的，这家铜锣烧它的馅料特别特别的饱满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料很足的。接下来吃我最喜欢的这个椰子脆脆口味的，这个真的是我每次的必点，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吃椰子口味的东西的。而且它咬开来里面的椰子脆脆也是超级大一块，甜度也刚刚好，而且椰子味道也非常的浓。两种口味都要同时品尝一下。那我一直觉得他们家铜锣烧层次感非常的丰富，你看一个是有豆乳团子，里面有糯叽叽的团子，还有一个是椰子脆脆，里面有脆脆的椰蓉。那我今天就先吃这两个口味的铜锣烧，之后再换别的味道。他们家味道也是超级多，我打算每一个都去品尝一遍。绝了绝了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里面这个椰子脆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甜品时刻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